爸爸，不好了，太有危险，太爷突发脑梗有危险。把你小神棍纠缠这么久。对对对。哎，是我。什么？医院。医生情况怎么样？抢救过的，不过老爷子脑部受损严重，醒过来几率不大。既然都被他算准。爸爸，我可以救他一步。顶尖医生都救不了他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别闹啊！太爷爷是被小人所害，源头就是他的屋内。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小丫头有莫名的亲切感？我的心里子。住下！幸好爸爸有贵气和才气加身，否则这种杀气一般人可承受不了。爸爸，你先进去吧，我有个东西来过车上。哦。草木非人，万象非万物，从我们这次的破。团子，干嘛呢？没什么，爸爸，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回家。找到了，就是你了。这可是康熙年间的古董。是古董没错，但它是陪葬品，聚了太多阴气，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寿命。咦？怎么了？这种花瓶一般都是成对出现，这里怎么只有一个？草木非人，万象非万物，从容这次的破。顾家家的伎俩，我竟然会信一个小女孩手，真可惜。公告陈。喂，季总，老爷子醒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。看吧，爸爸，我可是用真本事的。到底什么目的？要说目的，就是我想让你当我的爸爸。第一，我不是你爸爸；第二，你亲生父母呢？不是孤儿，是师傅们捡了我，把我养这么大。那你师傅呢？师傅说了，我命格特殊，只有待在你身边才能好。这什么师傅呀？对他也太差了，穿这么破。我得让助理去查一下这个小家伙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今天就出院吧。谢谢爸爸。谁是你爸爸？爸爸，不好了，太有危险，我们快跑！老四，我看你这次还有那么好的运气活过来。姐，爸，爹，爹。都别动！藏不掉那些小怪物，从这个。哎，不是，这哪儿来的小乞丐呀？那么贵重的花瓶，天坏了赔得起吗？你再凶一下，我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爷爷的洞前。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造反吗？以防有人要害了我爷爷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爸爸，有人想用户口之术害死太爷爷。害他？季延斌，你竟然有孩子！季延斌，这是你的主，看他一副小乞丐的样子，该不是你哪天喝醉了，把路边的女乞丐给……
嘴巴臭，会倒霉。找死是吧？打！啊！为了个小野种，你敢动弟弟？他可是你母亲，继母，找我母亲的意思。你可天煞过心，你赶紧滚出我家！什么？之前克死了你亲妈，你还不够？现在还想克死我爸？克死我爸？克死爷爷？也不知道你妈如果还在，她会不会后悔生下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赶紧带着你这小乞丐一起死外边啊！儿子，骂你个！糟了，爸爸生了杀机。又起来了，点击下方观看全集。